哎，可算来了！啊，今天咋的了？我爸前天把他最喜欢的球杆给输了，现在饭也不吃，什么也不洗。啊，这么严重吗？真的。在那边。就是他。听说，你把我岳父的球杆赢走了。你就是他爸亲骨肉啊！啊，对对对，是我。行，来吧，请赐教啊！小子，知道我打球的规矩吗？啊，我知道，就是输了把球杆留下嘛。知道就好。那我赢了，我岳父的球杆能还给我吗？嗯。来。哈哈哈哈哈！房里好臭呀！哎，好，这就应该没事，这不三局两胜吗？哦，好像是哦。好细呀！啊，免了。小伙子，你这根球杆跟着我比跟着你好。这打比赛还没结束呢，谁赢谁输还不一定。有信心是好事，